就是有一个人，他的小孩就是一般的这个感冒吧，还是怎么样，然后就连续了很多很多天，然后就是发高烧，喉咙痛，然后痛到他连吃东西都不能，然后连水都不能喝，所以这个医生跟护士说，要么就只能打点滴了，现在没办法了。那他这个妈妈呢，就急得非常急，不知道怎么办。然后那个时候，我就教他一些方法，然后同时教他要彻底的去做这个基本的心法。结果他的朋友也是，这是读者哦，他的朋友在网上也是在超越生命密码里面的读者，所以呢，他的朋友呢就教他这个妈妈呢说，你一定要忏悔。结果呢，他说对，老师也跟我说要忏悔，所以他就回去做。他在做的过程中，他就看到他儿子的脖子上缠了一条蛇，而且他一忏悔的时候呢，他的那个蛇的头啊还对着他，然后他还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因为被那个像吓到了，所以他也不知道要不要做忏悔了。所以后来还跟他讲说，越是这样子的时候，你越要做忏悔，越要把事情解决。所以他的忏悔发愿，再加上我教他方法，隔一个礼拜嘛，上礼拜说的嘛，这礼拜好了。所以这有时候你说这个是迷信吗？你觉得是可信那就可信，你觉得是迷信就是迷信啊。就过去世里面曾经欠那条蛇，小孩的因果，小孩的因果，妈妈等于来帮他还嘛，妈妈来帮他还，对不对？来帮他处理一下。哦，那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啊，你做忏悔，他蛇的头就抬起来朝向你，那代表就是他们中间恩怨你还没有完结啊，所以他提醒你啊，没那么简单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把这东西都摆平了，那这后面就慢慢解决，哦。所以讲起来天方夜谭哦。给一个不是在这个道门中人的听，他说你们这些人一群人聚在一起胡言乱语，是不是？但你了解的人，你就觉得这个太可贵了，这已经超乎你现在医学的领域了，对吧？医学你再怎么样厉害，一条蛇缠在上面，你吃再多的抗生素也不会好。就像以前瑞塔说，你是不是那时候有一个什么朋友吃抗生素，吃了这一个流程不好，然后再去吃下一个流程的抗生素又不好，然后再吃下一个流程还是不好，然后就虚脱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再来那个医生都说我不可以再开抗生素给你了，再吃下去要人命了，对吧？像这些东西，因为西医还是有他的专业，但他有一个程度他是没看到，好，所以这个东西就不是你要用多少抗生素的问题，好，这个它有前面后面的因，好，所以很多东西呢，你就要把这里面的道理弄清楚，在你的生活里面多多少少会有这么一点课题来的时候，你就要很小心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记得当时上课听过，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解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当时听就左耳进右耳出，你就很可能到境界来的时候，你六神无主的时候，旁边如果有不好的因缘，旁边就会告诉你，什么时候你还搞这些，去那边。那也许人间是说，哦，看看医生，但看医生的后面你不能说只看医生不做别的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些东西都还是要自己帮助自己，在平常的时候就要很笃定的知道天地间的道理，它不是只有人世间发明的那一套而已，它后面还有好几套，哦，所以人世间呢，很多的吉凶祸福不是你人间用算盘就可以打量出来的，但是人世间他又不愿意去面对现实，了解这一套潜规则，真规则、潜规则、一切规则的总和，他也不愿意去了解。